大家好，我是胡夫骑车，欢迎你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Mini Action 地球号的作品啊 ，Voltron 的这个15G 合体机甲舰队。啊，小时候的话呢，我们台湾的很多朋友吧，应该都是因为看舞狮合体的圣战士，然后后面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剧情接到了15G 合体啊。那么这个播些什么内容，其实我们都不太记得了。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个玩具是我是大概1700多块钱。买到的啊，那表现素质怎么样呢？我直截了当说吧，如果我当成买了15颗扭蛋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啊。确实是，它算不上是非常精致精美的玩具，但是拿在手上把玩还是绰绰有余的啊。那今天的话，这个节目我也不太会做多余的剪辑，大家聊聊天啊。今年47岁，在1977年出生的啊。我在看这部动画片在台湾播出的时候，我应该是小学可能3年级或2年级左右吧，还是比较小的孩子啊。那里头一共15个家伙，我根本就不太记得里面谁是谁啊。我唯一记得的其实是这个，这是我们当时台湾电视台说他们是天鹰队吧啊，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小队，这5个家伙啊，是一个天鹰队。那我只记得这个的驾驶员是一个金发美女啊，是的，我唯一最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个了啊。它是一部飞机，然后它这个造型的话呢，可以说这里头的最合理的一位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也会记得啦，就是主角男主角啊，是一个黑头发的亚洲面孔啊。机甲舰队里头其实是有多色人种的啊，有这个白人跟亚洲人，还有外星人啊，没有黑人啊，我记得是没有黑人啊。现在来看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这个是他的一个头部了啊，那他的脸的话呢，这个部分是有一个替换键的啊。那么替换键的话，才可以把它换上翅，露出脸来。那我们最后大合体的时候，我们再来做。那其他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天鹰队的成员，就是他的一个身体的部分啊，这块部件是要做一个小小的转换的。那这里的话呢，在变形的时候也是需要做一个小小的变化。那两只胳膊呢，只是变成了直升机。看起来是直升机没错吧，这个部分的话是可以旋转而且可以拿下来成为武器的。两个造型呢其实不太一样啊，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头部的造型是有些不同的。可以说机甲舰队的话呢全都是不对称的造型。再来我们看到地虎啊，当年的翻译是地虎队了啊。那么地虎队的话呢，这个的话呢是人物的一个裆部的位置。那我一直当时我一直觉得说地虎队真的是很可怜，因为它几乎承载了所有的重量啊，像这两台车子啊，他们就是承载了所有机器人的重量。那虽然它是一个轮胎的一个造型，但它实际上这个轮胎是不能滚动的，就完全是一块造型而已。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做工我只能说非常的一般，还有指纹在上面，看到没有啊？对，我只能说就是我已经把它当成15颗扭蛋啊，外加一个宝剑哈，还有几个替换手，所以1700啊就勉强接受了啊。好吧，那个就是车子的一个造型，看到这个黄色的车子跟黑色的车子啊。那么两个拳头，拳头也算车子了啊，但是这种车辆的话呢，开在路上应该是蛮吓人的啊。OK， 那其实它的比例也不是真正的车子了啊，真正的这个 Voltron 的这个身高的设定是没有办法啊跟一般的车辆进行一个搭载的。在这海龙队，海龙队我记得当时的成员几乎都是蓝皮肤的外星人，现在我们叫做阿凡达啊，没有，阿凡达是就是现在这个阿凡达电影里头的那种差不多是那种脸孔的一个外星人。那这个是他们是属于一个潜水艇的一个风格，或者是军舰的风格。那这里那我要说一下啊，因为海龙队的话呢，它几乎呢是肩负到就是整个合体的中间的部分。如果说天鹰队的话是头的话，第五队是尾巴，海龙队呢由于是一个中间连接的部分，所以在变形的时候呢，这几个家伙的一个联动的变形的机关呢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啊，来给各位做个简单的示范。他们本身单独的话呢，都还是可以进行一个小队形的一个合体了啊，那也非常的直观啊，非常的直观。那我们就直接的把它给塞上去就可以了。左手右手有时候可能塞错了，各位就，就应该是这样吧。对，塞错的话好像挤不进去啊。还有分左右还是怎么样？好，扣一下，扣进去。那么最后的这个翅膀的这个部分呢，是先把这里给推过来。啊，把这两个都推进去，然后这里上下都有插孔。那记得你就是变成机器人跟变成这个小队形的时候呢，扣的孔是不一样的啊。好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算是小队的合体状态，天鹰队。好，
算是还做的还是比较还原了啊。那么地虎的话呢，是哎，我记得是这个部件先把它给推进来，然后地虎的话呢，它这个底部这里有一个推出来的卡扣，推出来的这个位置，我记得是要扣，哎，怎么啊？是这样子啊，我记得是扣成这样，另外一侧一样有一个这样。啊，其实是非常猎奇的东西啊，至少我是这么觉得。那左右边的话呢，不用担心扣错，因为你如果左手右手扣反的话呢，基本上它会卡住，会限位限到。好了，这个就是呢，我小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是把人切块了嘛，把脚掌跟手掌还有这个人的这个裆部呢，硬把它塞在一起啊。当时我是也算是童年阴影嘛，要不算了啊。那么呢，海龙的话呢，它是。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地方要把它拔除掉的这个部分，记得要把它给换掉。换掉之后的话呢，把它给推到这个方向，然后把这个凸呢给弄出来。那么呢，蓝色呢跟蓝色就做一个组合，这样子扣进去，这个就形成了它的其中一部分的合体。对，海龙的话呢，就是机关稍微多一些。好，推过去啊，我们把这一块凸给弄出来。然后呢，进行一个组合。那么呢，两个中间合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方，这里对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啊。侧边这个地方会凸出来，哎，所以我说，海龙队的话呢，可能是这里头，我可以自己觉得吧，应该是最好玩的了啊。这个就是他们各自独立的一个状态，OK 吧？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播合体音乐的时候，对，这个时候大家就非常热血了啊。那但是呢，因为这个音乐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啊，所以我就可能我就不播了啦，不播，因为在 YouTube 的话呢，你去使用这个 Vocal 的音乐的话呢，这个影片的话呢是会被取消盈利资格的。那我个人的话就不播了啊。那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扣这里的话真的是需要稍微练习一下啊，稍微练习一下。这是白色的。洞对黑色的凸啊，好，这样子。那脸的话呢，我们先把它给拔下来好了啊。虽然我们应该把头最后再变出来，对不对？啊，算了，我们先把头拿掉好了。我们要最后再我来组成头部，这样比较有感觉，对吧？哎，这两侧把它给打开，打开之后这个地方合起来。那这里的话呢，要组合的时候呢，记得啊，它这个地方这个部件。折下来这个部件，它是朝人物的下方啊，因为它必须要提供我们一个裆部的一个动作。那其他几个的话，我们就继续的把它给拆解。好，那扣的时候就是这样，用力啊，稍微捏紧一下啊，这样子它才有一个往下掉。那我提一下，对，我这一款一直是它的翅膀的话，就这一片特别容易掉。我可能考虑再把它给粘紧一点啊。好，那其他的部分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继续先说一下海龙队。我说海龙队的变形的机构最多，这个也是海龙的一个位置，就是把组合的位点从这个地方抠下来。这个旋转，这个设计很棒啊，这个设计真的非常好玩，非常的赞。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下腿部的一个组合。腿部的组合的话呢，这个黄色的这个腿的话呢是在这一边。那么在拼凑这个地方合体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扣下去呢，一定要很用力推到底，听到咔的一声呢，它才能够完全扣得紧哦。这个地方的一个公差比较大啊，记得要把它扣到很紧。手部的话呢，直升机的末端呢，这个部分呢是要把它给拔除掉的，这个地方哎拆掉。拆掉之后的话呢，我们的拳头的话，这个地方啊一样是有一个部件要把它给拔掉。如果说不好抠的话呢，就使用道具吧。至少我的话呢是不太好扣，这里将它给扣上去。那扣进去的时候尽量扣到底啊。它这个玩具有些地方你没有听到咔的一声的话呢，就是没有扣到位啊。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真的要来到一个，我来组成头部了啊。那替换的话呢，就是把它的原本这个部件我已经拆除掉了，我们再把它的脸给换上去啊。可以说吧，除了说海龙的几个地方有变形之外。其他的部分呢，都是使用了替换的部件，
那以我只能说吧，如果你以15颗扭蛋的价格来看，其实也就不要太在意了啊。好了，我们的15基合体机甲舰队就完成了它的组合了。大小比例的话呢，这是一个差不多，刚好我手边有一只尺。OK，它连，就差不多将近15公分啊，是一个非常适合把玩的尺寸。从后面来看啊，稍微造型稍稍的有一点点单调，但是有老玩具的感觉，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了啊。那它的一个其他还有什么配件呢？有替换的手掌，那么替换的手掌有一个就是摊开的掌形，中间还有一个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做什么呢？它是让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手臂上可以拿的这个转盘武器。那两手的话呢，都可以独自来使用这个圆盘。不过我这里的话呢，还是要抱怨一下，这款玩具的可动度呢，大家不要期望的太高。拿着这个转盘之后呢，能够动的部分其实不多，因为它手臂的，肩部这里除了360度的转动之外呢，前后幅度动呢可以说是非常之有限啊，导致于说呢，它能够只能两手一摊。哎呀，我也只能做到这么多了啊。那它另外一个缺点暴露是它这个腿部，它往前踢的话呢，是有一定的幅度可以提高到这么多啊。那这里造型会破坏掉，这个无所谓了啊。主要呢是它没有办法做侧踢，它两腿要稍微开一点，基本上就是做不到的啊，只能再侧的两手一摊啊。不过这个我个人没有说很在意了啊，因为，这个当做它是一个老玩具来玩，其实也还好了啊。而它的最后一个配件呢，则是它的终结技。台湾的电视台当年翻译做"降魔无敌剑"啊，那好像大陆电视台翻译叫做"光芒神剑"。这个呢是玩具本身就有附带的啊，而我自己的话呢，有另外再定了它的一个特点版吧，里头就是有一个上了电镀配色的宝剑，还有那两个螺旋桨。那这个的话我不会拆了，我就把它做一个纪念保存而已了啊。那我们只给各位展示这一把了啊。那这个武器的话呢，就可以换上拳头可以换上，这个拳头里都有洞的，就可以将武器呢顺利的拿在手上了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Mini Action 第9号的机甲舰队15G 合体。说实在话，我等了很久，也比较期待啊。这个也是小时候的回忆之一，看到这个玩具呢，脑海中那个 BGM 就响起来了啊。人呐，这是有一些东西呢，就是你这个一辈子都会记在心上的啊。那至于我对这个玩具有什么总结呢？我只能说情怀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了啊。再来，我本来呢没有说很满意它的可动，可是想一想，哎呀，15G 合体呀，当15颗扭蛋1700块钱买到，加一把这个大宝剑哈，再加一副特点，这样子好像也不是很差了啊。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